社会的苦孩子，他无依无靠，受尽了折磨，但他又是一个善良的勇敢的好孩子。他的遭遇就是旧社会中千千万万儿童的遭遇。今天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是通过他的遭遇，看看当时苦难的生活，它会使我们更热爱今天幸福的社会。叫你滚开，你还待在这里？你听见没有？里头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他是个臭要饭的，走吧。可把我吓死了！呸！
哎，小孩，拿你的罐子来啊！我这儿有点剩粥，来，我倒给你啊。谢谢你了，伯伯。不用谢了，吃吧。别哭别哭，我给你们东西吃。我尿我尿。没有啦。谢谢你啊。骂孩子。谢谢你，小朋友。为什么要卖给他们呢？没有饭吃啊，不卖都得饿死的。哦，没有饭吃，不卖都得饿死的。妈咪，妈咪，嗯，我要买这个大洋娃娃。好的，就给他买一个吧。20万元。先生，赏几个吧。他，呵，他怎么敢到这儿来推车？你别着急，待会儿给他颜色看。哼，给我一点钱吧。钱？谁让你退的？滚蛋，走。哎哎哎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推车小孩，你等一等啊，我也没有钱，给你点饼吃吧，啊？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你
拿去吧。谢谢你。哎，给我吧。咦，哎呦，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不认识。帮帮忙，过来！哎，我给你钱。过来，快点！我给你钱。小子跑哪去了？我叫三毛，我叫阿金，你家住在哪里？我就住在这里。我没有家，
我天天睡在这里。咦，你的口水破了呢？呀，萨摩，醒醒！补裤子，好吧，那我就趴下来给你补吧。你把我的屁股给扎了。告诉你，三轮车，三轮车。嗯，哎，谁叫车？嗯，啊，是不是你叫三轮车啊？啊？阿进，你这个孩子可真淘气啊。爸爸，他就是我昨天告诉你的三毛呢。三毛，你跟阿进是好朋友。好，我这有点东西，送给你们吧，拿着吧，吃吧。三轮车。来了来了。也就来啊，生意来了，我走了。三轮车来了来了。嘿，前面有东西，当心些。先生，你是哪儿去啊？我要过马路。我领你过去好吧？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小三儿啊，小三儿，在哪儿啦？爸爸，我在这儿呢。那，给你送饭来了，小三儿，快点吃吧。爸爸，我在擦鞋，我待会儿就吃。你看，刚才我们捡到的这本书，里面有很多小人话呢。来来来，来上学，大家来上学。咦，你这么多书，你教我念好吗？我教你。是啊，我想念书。爸爸说，上学要好多钱，我们念不起。现在你可以教我了。我只读了一点点书，我怎么教你呢？那你就教我一点点好了，等你再读了书又可以教我了。我
我什么时候有钱再读书呢？我饭都没吃呢。你看马路那边，我想擦皮鞋，可是擦皮鞋的东西一样也没有。哎，我家里有把破椅子，呵，那只差一个箱子了。拿去用吧。好了，再翻过来吧。成了，来，我先给你钱。咦，长筒靴，一盒鞋油都用了一半了。你要擦皮鞋 ？OK。大毛，你看他鬼像。唱好了，给钱。嗯。Oh no no， 那。不
不要这个。啊？要这个钱。哦。嗯，你准备抢我的钱，把这个搭住上。你抢了钱就跑了，你跑到哪去？还给我，还给我。哎，妈，哎，好，你敢过来，你过来，干嘛？好，你太欺负人了。哦，看你现在还生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再见，再见。Goodbye，Goodbye。出什么事了？哎。